我下一个是吸气的，口腔肌肉力量。哇，这是干嘛？哦，这是吸力的测试，口腔肌肉力量。啊，这样吸啊？看你几秒能吸，因为它有五米。它下面放了什么东西啊？有色饮料，就水。我们是不是要等那个还没换好妆的李医生过来？还有一套假发没换。给我们讲一讲。我大概懂了，就是吸嘛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你换一个妆，你也找一个好点的假发好不好？几秒内吸到那个水算是天赋异禀。20秒以内，天赋异禀啊。20到42秒，一般人。20秒。42秒以上不如一般人。这个液体吸到嘴里面算。嗯，我先吧。那我来吧。我怎么还是旋转的呢？来了来了。旋转是有难度是吗？其实跟肺活量也有关。对，有关系。我有点紧张，我很想吸到。不用紧张，要不难怪我先转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，我一半了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哇哥，来了，到了，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腮帮子好痛呀！腮帮子好痛！腮帮子，我不吸了，医生，我不吸了，上不来，我没有那力量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它会一点点爬。但是没力了，到后面这儿没力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节目组成功过吗？谁？吸力这么厉害，天哥。哇，天哥吸力果然，果然是天赋最强王者，最强最强吸王啊！不是，你们要小口小口这样吸，不要一口吸不上来，就是一点一点这样吸上来。其实要小口小口，像我这样，这样是对的。哦。最后我跟你说为什么啊？最后为什么到这里最难？是因为。那个它的吸力实在是太强，你的舌头都被卷进去了。而且最难是因为什么？好多人笑。那我们尽量不笑，我们尊重尊重尊重，背着你们俩就行了。你别，一 ，go。哎呀，好弱。哇。哇呀！